林嘉伦和粉丝互聊双向奔赴的守护有多美好。终极哥哥，你今天有点怪，有点什么怪？有怪怪怪可爱的。哎呀，你们是怎么了？土味情话接力。哥哥，你什么时候跳海淘舞？这个就算了吧，我们等了好久。哥哥，你那个字体好可爱啊，你是不是写了好久？哎呀，你要写得更好一点。已经很好了。卧蚕认可吗？其实也挺认可。这个好不了吗？那感冒了，来了几天。爸怎么演的还好吗？知道的太多了。声音，这个我就认可，我也弹。好，这算是福利吗？算是。是。会疼。还有本期没有说吗？那个海星电视到了。到了。到了。好大呀、啊！真幸福，我都没有。哥，你家有拍什么吗？明天去玩了。今天好好玩，好好吃。嗯。听到我的欢呼吗？我没看见。我们特别激动，今天太难了，真的很好。没事。行，你们喜欢就可以。都喜欢，我跟你喜欢。啊，真可爱！这边，为什么这么帅气？天生的，因为有你们。哎呀，跟谁学的这么会撩？我们土味情话大赛来吗？来不来？不能开这个头。为什么所以不戴口罩？休息啊！没来得及。马上啊！马上马上！不要！哎，你原来的腿要不要！什么时候发一首慢歌呀？我们想听慢歌。那咋办？电视剧都是。你为啥有那么多淘气、哦？可是你剧还没播呀。那也不管我的事。哥，你不是要吃那个扒鸡吗？吃了吗？还没呢。还没呢。马上一道糕。牙齿白。可能天黑。天黑。哥，你的祝福收到了，真怕死心。就跟北京的那个撞了，不过心意是一样的。是的。所以他们早一天我们看到就说怎么办？对啊，挺好看的。不过我们写的是18岁生日快乐。我们别的没有，就是手机多，你让我掏啊。哇塞，有钱人。不要对着他脸打。这样。我觉得他自己拿着打会不会亮？他自己拿着会不会亮？亮吗？不是的。开演唱会了，大家都把手机灯亮起来，一起看看演唱会去。山一程，水一程，在这个剧组别唱别哭。哥，外面好多人。对的，一堆人。那是因为你来了呀。好像真的聊过，真的聊过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要不就听刚才那个呀。哥哥，你那个二人转跳得好熟练啊，是不是平常有在练啊？我还没脱开呢，那个。是吧？我感觉你还没有跳过瘾，是吧？收起来。一岁就好了。你的表情已经很到位了，到位了。我们这个现在就是从头发丝到脚。哎呀，这个算犯规吧？给一个别的惩罚。跟粉丝拉个勾好不好？说点什么吧，拉勾就是继续做家人，继续做支持家人和嘉伦要永远在一起。粉丝做个代表。哥哥，你这个麻线帽是真爱啊！对啊。我有好几个颜色，那你下次换个颜色吧。有好多个，你换个颜色吧。你让我看来机场太高调了，我就每次都带个低调。拜拜一下，拜拜。要签字了，随便签点，你得把那个拿走吧。我从这儿签。好的，想签哪签哪。这儿签了啊。这场子都是你的，对，你想往脸上抹都可以。咋的？不找个地方坐吧？心疼了吗？心疼你，因为没有动静，是延误了呗。哥哥，我们明年初是不是可以看到锦衣的发布会了？希望。
那么下次生日会见了。生日会，会办吧，一定要办哦。好好好，好好过年啊。特别期待，好的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哥哥，拜拜。